好，来乡亲继续来看，这是嘉义布袋新温加应庙的大代志，冲水路迎客王，伫新温大牌闹热登场。讲嘛神奇，原本落咪咪啊雨，想袂到届时一个到，神桥准备要冲入去大牌的迄一刻，这个雨竟然停了。在场的信众拢感觉不可思议，大家拢讲是神明慈悲，唔甘要让信众来淋雨。这时一到雨就停啊，三十外顶的神桥走入去岸边，准备好啊，出来冲入新温大牌，和今年的冲水路迎客王活动带来好吉兆。桥板的水内哪行哪跳，一直到上深的所在，主要就是为了要迎接外海二十尊的客王。在每一年的农历三月二七，拢由有181年历史的新温嘉应庙来举办。听讲客王会坐一台无形的王船，随着流水到新温大牌王船码头，国光庙神轿对冲落水迎接客王。啊，包括整个的动线，啊，包括冲水路，啊，整个的精彩度啊，会当透过啊各方面。啊，在看台的设置、舞台的设置，让大家可以找到最好的观景点。这项传统活动，每年都吸引几啊千名游客去参观。县政府嘛，希望讲打造更加好的场所，和这项活动发展成为嘉义县的观光特色。